各位朋友，你们好。这一期呢，我们来讲 Studio One 里面播放指针的一个设置啊。比如说，现在有一首歌，我们现在啊按空格键去播放，然后我们暂停的时候呢，它的指针会回到我们刚才啊启动的那个位置。但是有一些情况，我们不希望这样，我们就希望停下来的那一刻啊，这指针呢就在我们播放停止的那个位置。那怎么去设置呢？很简单啊，把鼠标移到这边，点击右键啊。把这个给取消掉就可以了，来，这样子它就会停在这边，你下次可以接着去播放。那有些朋友去问啊，怎么去设置，我在这里就专门出个视频来解答大家一些问题。